位在泰山雷鸣步道花园里面所种植的炮仗花呢，目前正值盛开，花墙延绵约300公尺，相当的壮观美丽。而一旁的花朵跟吉野樱呢，也是美不胜收。欢迎乡亲呢，赶快前来欣赏这非常漂亮的花园景致。由泰山泰林路2段522巷进入，就可以抵达黎明步道花园。里长施成林指出，这是里内数十名志工花费心力共同栽种而成。花园内所种植的炮仗花目前正值盛开，花墙绵延约300公尺，相当壮观美丽。黎明步道花园是多位志工联合起来组成的一个团队所造成的，现在正值炮仗花开的季节，非常壮观，绵延300公尺左右。黎明里长施成林表示，炮仗花种植约10多年的时间，每年在春节前后正是花况最好、最密集的时间。民众来到这里散步时，都能欣赏到橘红色、喜气洋洋的炮仗花盛开的景致。一些花槽跟那个樱花也是陆续在开放。希望我们里民跟乡亲朋友这个过年前后有空的可以来这边赏花。施成林里长表示，黎明步道花园除了炮仗花盛开外，一旁的吉野樱也开得相当美丽，欢迎乡亲可以利用假期前来欣赏花园美景。记者胡宣泰山采访报道。